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把大枣和生姜放锅里面蒸一蒸，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先准备一些干的大红枣和一块新鲜的生姜，把它们放到水中，我们给它清洗一下。大枣和生姜清洗干净，我们捞出来放到菜板上。我们把大枣呢一分为二，把生姜给它切成片。把我们切好的大枣和生姜片放入到一个碗中。最后再把它放入到蒸锅中，开大火把它们在锅里面蒸20分钟，时间到，打开锅盖，把它取出来，放凉以后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大枣和生姜不要吃，我们只喝汤汁。大枣搭配上生姜，这样真的太厉害了，连续喝上一个星期，您就会发现身体有很大的变化。在这里它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，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看似方法非常简单，食材也非常简单，其实里边包含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与结晶。今天这个方法就奉献给大家了，赶紧收藏起来，在家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